了北京环球影城的小黄人乐园，也是我本人最期待的一个乐园，跟着我一起进去看一看吧，走。在这个乐园里呢，有一个过山车的项目，就在我的身后。那作为像我这样的乐园的宣传木马选手来说，将要体验自己人生第一次坐过山车。战利品